为什么一个人好好的生活作息很健康，饮食还很固定，但还是会一直胖呢？因为他每天都要喝蒸奶，不然就布丁野果，反正手摇店推什么有固体的小，他都要加进去。真的，我强烈怀疑，如果再睡五分钟出个什么奶茶加鱼标，他也会买，哈哈哈哈买。说的就是你，无屁孩，一天还喝两杯，饮食很固定，固定他妈吃夜市，每天晚上都是夜市，超常买一堆肉串，然后说啊这都是蛋白，所以不会胖，不会胖个屁。然后最近台南不是夜市改名吗？他又等在那边大东东啊哈哈哈大东东，说一周要慢跑三天，根本没有去，说不然一周来找我跳绳两次好，但没有来，然后整天抱怨自己很肥，无屁孩，这三小。